下来，我们就慢慢聊天嘛，好吧？还好今天天气不怎么热，啊，也不怎么凉，刚刚好。最迷人的就是这个时候，啊，大家的热气就把这个什么冷气都把它关掉了。好，那接下来，龙哥也要出一个专辑哈，我们都是他的那个什么，都是他的那个什么。和音天使，和音天使，这旁边是志明，然后他是志明，哈，他是我们的 solo 手。这个呢，是这个龙哥的这个什么主曲，他专辑里面的了，先透露给各位。猴年我们就不尝试了。Oh.
骗的，没有诚意你们。有的人都没有回应呢，好听吗？好，我们可以回去了哈。好，前面这首歌呢是那个龙哥的主曲哈，这个是我们的今天龙哥的主打歌，后面都是 uncle 了哈。uncle， 从这边 uncle， 以后的都是 uncle 了。好，各位有没有看到我们这边的这个春联？有没有看到？这是铁花村特有的每一年呢、哦。哎，大家一起念。好，我们先从这边好了，左边喝一两瓶有灵感，啊，左边呢喝一两杯有灵感，到底是从哪边开始开？OK， 那横批是什么？不要为难警察，哦，过年期间大家就安分一点，哦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走路可以边喝边吐，啊，可是也很难到家了，哦。不过各位还是安全最重要了哈。我们看，我们再看另外一边那边，啊，那边哦，那个我们的 PA 大哥那边，后面那边，我们也是从右边开始。听歌不要滑手机，都已经来铁花村，听歌不要滑手机。哦，他有，哦，我们都不要管他凭证怎么证了哈。我们看他也是有压抑的哈，不要滑手机。然后呢，打卡也没有变便宜了。然后横批是什么？不要用闪光灯。为什么不要用闪光灯？知道吗？不要那么快核销，我怕你们就一下子就来这边，闪闪闪就核销了。其实我们很怕闪光灯了，知道为什么吗？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们为什么怕闪光灯？龙哥说他很怕有心探。国仔对。OK， 来，既然大家都来了哈，手上有酒吗？好，我们看左边、右边、前面、后面，敬一下新年快乐，猴年行大运。不管认不认识啊，结束的时候，结束的时候呢，大家熟悉的话就按照你们自己啊，要不要牵手回去都无所谓啊，要电话号码也没关系。不要给村长啊，我今天很忙。